界上就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哈子，还有一种是骗子。我以前就是那个哈子，学错了穿。变脸第三代传人罗山，罗氏变脸，包教包会。三个就问你一句，还想不想唱戏？想。哎，画，你都人老珠黄了，未必还画得出个天仙吗？川剧要是毁在哪个人的手头，那哪个人，他一定是千古罪人。我给你钱，出来！五个月不交房租，你们巡你的人面子有点大嗦。为什么那么苦呢？不跟其他的病人，因为我们是求生，求生是非常苦的。我希望还有机会出给我来，谢谢。已经放弃了的话，你再去救的话也有很大的问题。没小孩没亲戚，人是一个人来就一个人走。希望哪里有希望，哪个医院都没得希望。生年74000元，总费用122000。爸爸，爸爸，我呀，救生。
千的也不是几个亏，哎呀，五千的也是几个亏。想见他，如果真的有第一个、第二个时间，我很想了解。所以人要珍惜眼前人，明白吗？没有就没有了，以后就见不了。想当个演员，一心一意。这个我拿去存一下啊，兄弟。不是坐牢就拘留，我愿意逃犯。当然六十多岁，别人愿意帮助我，我感激不尽，我记在心里。但是我不跪在外面讨钱，我不吃是外面讨钱。那我讨钱是我的本事啊，我是讨啊。住旅馆了嘛，有电视看，有热水喝着，那多好啊！七点钟都出来，我拿两张被子，拿个毛毯子，我在那睡觉，看有没有发红包的，这玩意儿。一二三，跳跳啊！我这儿没有，你到宿舍上去。亲爱的弟兄。余生恩分别，何日相逢？爸爸那边死掉两个，我死掉。坚强，放坚强。饺子可没煮的啊！我说啊，搁钱的你不要啊，我都给他整的东西。你叫人家到救护站，他不去的，死都不去的。有些死都没办法了，讲饭吃了，他才去的。